2010年意大利的某片丛林，两个年轻人和他们的狗在行走时发现了一具外星生物的尸体。这段录像没有声音，也没有指定具体的位置。两人匆忙地接近尸体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硕大的脑袋，额骨部分十分突出，嘴巴很小，眼角部分有透明的液体，不确定是不是眼泪。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生物的左腿以下部分从腰部被截肢，血肉模糊。至少在录像中两人没有发现残肢的位置。生物的手指非常长，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四根手指。身体骨瘦如柴，但仍有一些健硕的肌肉。录像最后，两人似乎听到了某种动静，他们望向天空，然后迅速逃走了。关于这起事件找不到任何报道，视频底下有一段描述，几天后他们回到同一个地方，发现外星人的尸体已经消失了，在尸体的位置，地面上有一些令人作呕的粘液。